好，所以呢，如果我们今天要快一点的话，好、哦，慢比较简单哈、哦，慢比较简单，慢只要加等待时间就可以了哈、哦。就这里面看看你要每一次等，每加一次要等待多少，对不对？那可是如果你要变快，哦，因为现在已经没有等待时间了，已经是最快了。那换句话说，如果我今天要让它更快的话，我就只好把这个改变的数字加大，啊、哦，比如说一次如果改变4的话，那请问你，我要执行几次才不会超过255？好，你只要不超过255，你看如果我们用256来算的话，哈，256的一半，128的一半64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如果你一次加2的话，你可以重复127次，28会超过，对不对？对。好啊，如果你一次加4的话，就63次，就不会超过，对不对？嗯。好。所以你可以试着让它变快哈，所以我们一次如果改变4的话，这里可以重复63次，就不会超过255。好，那所以呢，当你去执行的时候，你就发现它的速度会比较快，好，它那个变量的速度会比较快，好，然后很快就会达到最量的亮度，好，这样了解吗？来试试看。我刚刚没有切画面了吗？好，那知道意思，来试试看哈。